大家好，近日济南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悠悠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官宣恋情，男友就是她的同事主持人浩鑫，两人经常一起主持节目，互相心生爱慕之情，还晒出两人街头热吻的视频。这件事情也是很快的登上了热搜，引来无数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除了女友的官宣，浩鑫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隔空表白悠悠，他称是你当然是你，可见两人有多么的恩爱，真是让无数粉丝吃饱了狗粮，两人恩爱的模样自然引来无数粉丝的祝福。在视频中只见两人身穿情侣装现身济南街头，非常有夫妻相，两人出现在画面中十分温馨，时间就好像定格了一般。只见浩鑫站在路边，悠悠缓缓走进他的身边，浩鑫也是向前走了一步，两人就这么的热吻在了一起，有种韩剧的视角，非常的浪漫，直接就无视了来往的路人。不仅如此，在悠悠晒出的视频中，两人最开始是牵着手看向一旁的大厦，那是男友为悠悠精心准备的惊喜，整个大厦的霓虹灯都滚动播放悠悠爱好心，两人也是在这变幻的一瞬间亲吻在一起，画面真的是非常浪漫，两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。悠悠和浩鑫同为济南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两人经常合作节目，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，甚至在直播时也是经常互动，网友们都称两人为趵突泉夫妇，在日常的互动中也是有种暧昧的关系，没想到会这么快官宣。最后在这里祝愿这对金童玉女早日结婚，每一天都幸福快乐，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